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想什么呢？啊，煎鸡蛋都能不能跑出来了？这样很危险的。不好意思啊。这个许成义太过分了，要不现在行动不便，我早弄死他了。哎，你快坐一会儿吧，别动了，胎气。没事儿，这娃随我，脾气冲着呢，是不是啊？你慢点儿。他踢我！哎，我说正事儿呢，我就没想到那个许成义居然跟林浩一样，去了北京就变心。现在下结论，为时过早了吧？早什么早？夏言那些同事都说了，没有这项目。又撒谎，还玩失踪，这不就是出轨的前兆吗？你说我们四个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被出轨，被分手，被抛弃，还离婚。少说两句。我不，好不容易要尘埃落定了，以为可以修成正果，看起来最痴情的许成义居然又来这么一出。以前他那么戏弄我就算了，现在居然敢这么对我闺蜜，她死定了。你当妈了能不能稳当一点，听夏言自己怎么说。还怎么说啊，当然剁了她啊，对吧？我想去找她。找她？你还去找她？她这么对你，你还找她？让夏言自己做决定。让姨妈自己做决定啊。好的。董事长，我知道我越级了，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该问谁了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您知道许成义在哪儿吗？他跟我说他去山里做调研，可能没有信号，让我别要担心他。可是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跟我联系了，我就问了北京的同事，同事说他负责的项目已经完成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调研工作。所以我想问你，您是不是给他安排了什么其他的工作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要向您请假，我要去北京找他。北京那么大，你怎么找啊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还是要去找他。如果他故意躲着不想见你呢？如果他要是不想见我，他跟我说一声我就回来，可是如果没有他的消息，我就算找遍整个北京我也要找到他。我担心他。好了，你不用去北京了，他不在那儿。您知道他在哪儿？他让我替他保密，怕你担心。现在看来，我要不告诉你，你就更担心了。他到底在哪儿？这段时间他在治疗眼睛，现在正在康复疗养，你去找他吧。他在这回忆的转裂拥挤慢车上的拥有和失去，在这梦的心里追寻远方的期许，成长待发，那些眼底的理想化，时间在偷偷变着魔法，可勇气怎么能